明仔就是元宵节，啊，不过真侪所在即元宵活动真侪拢取消咯。啊，伫个台东的元宵庙会了结，即马县政府有呐照着防疫规定，请主办单位天后宫来取消。啊，不过并无严格来禁止即宫庙诶即行村甲回乡。即县政府强调，一切嘛是按照即防疫的期间来。台东县今年取消庙会联合绕境祈福活动，主办单位天后宫广场看袂到往年庙会进行的舞台。台东有名的炸邯郸夜的献舞堂，今年庙境也变得冷清。庙方宣布，炸邯郸配合防疫规定延期到旧历三月十五，也就是新历的四月十五举办。今年疫情期间，不用直播和民众伫网络上看炸邯郸，今年也同齐取消关销直播炸邯郸。顶多是把影片放上去啦。啊，我们实质上是没有出行啊，啊，也没有在这边炸邯郸呐。当年的元宵节前一天，宫庙之间会有行村活动，一间庙四十四到到县内各地宫庙行村炸好夜，官府也接到民众申请，有店家邀请宫庙队伍到店门口整体。官府表示，民间的风俗会尊重，未严格禁止，也不过要求以中央防疫规定保持人跟人的距离。不管是进宅还是走村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社交距离，这是我们跟中央请示之后非常明确的一个红线。官府强调，防疫期间各种社交活动拢会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引进行。庙会活动虽然无严格禁止，但不过若有违反防疫规定，防疫局卫生局有关会开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